试孕者，熊猫保育员，我。好不容易抢到了滑梯，结果两个鞭子对我出击啊！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一波拍倒一个，我又拿了点酒，不就赶上了吗？前方到达无人区域，皮皮山紧随其后。看我给你个板子！现在的跑酷快乐最重要，速度什么的随缘吧。看准时机，一个爆球冲刺，嘿嘿，第二名，提前给他扔个大泥巴上来，才扔自己脚底下了呢。好机会，喝酒冲刺第一名，哎。这鞭子是就是给我准备的吧？我知道了，这是怕我被触手打，所以帮我以身试险，实在是太感动了。这不得断层式的第一名啊！我再把护肘给用了。万万没想到啊，让皮皮扇捡漏了。哎，是球，还有机会。自己做的呀。